来玩这款游戏，英雄王为了穷尽无道而转身，这是 G123 平台的啊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英雄王啊？我最近有在看呢、啊，好像出到第七集了吧？是不是？还是有更新的？不知道。大概就是有这样子的模组，但是有些部分好像跟之前那款哥布林杀手一模一样，比较偏放置类型的。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英雄王的。那这个是 G123 平台，它不是在双平台，双平台应该是没有这款游戏的。这个翻译哦，现在是日文，不过繁中还蛮多的，没有翻译完成吗？升级，一键升级。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动漫的啊，也可以去看看了，还不错了。就是原本就是男生嘛，然后年纪很大了啊，准备投胎了。后来女神答应他一个心愿，他转身了就变女生了。好，大致是这个样子哦。那现在继续在打怪当中，有好多玩家进来喽。一键强化，这边可以返回战斗。首次处置是送什么？装备哦，神兵神武。一键装备，整个模组啊，不是，整个架构就跟传奇差不多，点一点就行了。解锁祝福戒指，面对连续假期即将来临，也许玩玩看这款游戏，你会有新的发现。这个的话就是花120直升 VIP 室，120块就能直升 VIP 室啊？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的啊，就是少成本的啊，他卖的价格好像也算是公道价。新人邮件，四权预约突破，好礼。现在我已经打到第五关了。道具、幼儿装备、宝箱。我发现它是不是只有一个配音而已啊？就是和。好像只有这个配音而已。大家全部都是同一位角色，80级，可以解锁他哎，他的好朋友、他的闺蜜，还有这一位。名字我都忘了，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。装备分解，还有一键分解。哎呀，你要一键分解，你还是要买这个啦。反正你要有体验的话，先来个120吧。120给你了以后，就会有体验的哦。喂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他都先导演到这里。30天120，这样看起来还算是便宜的啦，不贵啊，其实。其实福利嘞。其实福利到底送什么？没有写什么。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点喽，我没办法一键强化的话，有3000多可以让我点呢。
真的要一个一个点，按住也不行。哇，点到死啊！我天啊，不行了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点了。免费百抽，充值一次魔晶可以领取，一定要那么过分吗？炎魔结晶，啊，打到第七关了，现在是第八关。奇怪，这种类型游戏玩到后面会变成怎么样？这是330的，好贵哦！原来它只是特权包120算是最便宜的，剩下的都太昂贵了。角色很香啦，但是点了也没有什么反应。花这个钱值得吗？感觉不是很优啦，但是最主要是点这个，哇，人家全部点完，欸，其实不用花也好像也可以啊，只是你就这样点，点个一分多钟就能把它全部点掉了，估算了，大概一分多钟了。第八关挑战，好啦，毕竟这个平台啊，虽然都有一些动漫的 IP 啊，但是，可能成本考量吧。所以只能做成这个样子了。喜欢这个 IP 的话，不妨就来玩看看吧。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